往下是阴阴，手指头，对，手指往下，我们定它是阴阴，对，然后从左先变，从左先变，在转的时候左先变，左的阴阴变成阴阴阳，阴阳要翻到掌心相对，这样为什么是阴阳？从阴变成阴阳啊，由阴转阳，是阴阴阳，由阴转阳，对对，晓得吗？从阴转阳是阴阴阳，对，阴阳转到阳阳阳阳阳，阳阳阳是朝上，现在是相错，所以它是阳阳，它是阴阴阴，对，是这样子，它到阳阳了，然后从右变，右还是阴阴嘛，对，阴阴变成阴阴阴阳，阴阳对阴阳，阴阳又变成阳阳阳阳，对，都到阳阳了，对，然后从左先变，对，阳阳变成阳阳阴。对，阳阴，阳阴变成阴阴阴，对，然后右换右变，右是阳阳嘛，阳阳变成阳阳阴，横的，阳阴变成阴阴阴阴，我一看，你慢慢开始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听不懂？不是我问题，嗯，当初你说是这样没有错，对啊，老师，全真的是这样教的，对、啊，真的有这个东西，废话嘛，哈哈哈，这真的是。他真的就这样叫阴阳呀，跟你解释阴阳。对呀、啊，哦，超有趣的，明白明白。都八卦里的东西啊，你八掌拳学过吗？我学过。八掌拳一开始就是这个啊，就是转阴阳啊。哦，我现在看。对不对？八卦剑也是这个，八卦剑一开始一开始一样啊。对，所以老师，八卦剑是练功的吗？八卦剑是练内的，是练气练意的。对，但是它也可以用。也可以用。对，它那个剑。明白。